我再试了几次。他们那天剪什么？剪脐带吗？剪哪一只？我不知道在干嘛。剪哪一只？好。我是上一届侄女，我叫丹丹。好，我们今天带的这首歌是《孩子》，然后大家应该没有听过这首歌。为什么会唱这首歌？是因为，这首歌歌词是写比较骂人的。为什么是骂人？也不是骂人啊，只是应该说骂制度吧，就是现在的考试制度。对，可能之类的。然后大家有没有就是读放射压剂护理跟医检的特别累？有没有就是被爸爸妈妈逼着念书什么的？然后这首歌是我送给我们社团一些可能你因为玩社团，然后就被爸爸妈妈骂。有一些就是我遇到的一些学弟妹，那我自己是还好啦，因为我读行销嘛，废废的。然后。尤其是一些念护理、放射，还有就是那几期的人，就好像被他们家里的人束缚那种感觉，就是他们有时候也是还蛮辛苦的。我觉得，因为不喜欢读书，所以我妈就没逼我了。我是跟他放弃急救了。不是放弃急救，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不想念，然后他就说好吧，那你就自己去想你自己要干嘛吧。对，这首歌是《孩子》，是。Crispy 翠乐团的，那我今天唱的两首歌都是 Crispy 翠乐团的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上网听一看他们的歌，还蛮有意思的。他们是两个台大的学生组合的团体，一男一女。然后我觉得他们歌算比较有意义嘛。嗯，好，台大会写这首歌，所以就觉得蛮酷炫的。好，我们要带来这首歌《孩子》。是为了掩盖什么误会。
谁？关于这一切，为什么如此？该为什么费尽心思？什么才是真实？谢谢大家。